大家好，欢迎关注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比赛。本次比赛由嘉兴秀阳桌球俱乐部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冠军奖金30万，总奖金近145万元。2022-2023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嘉兴前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振宏胶边、冰甲球杆、野豹台球杆、奥斯本兹球杆、 LP 球杆、 Furry 威力球杆、奥秘球杆、三国球杆、皮尔利球杆、李斯球杆、波茨杆、贡巧克粉、互益灯具、 TP 巧克粉、摩顿地毯、企鹅直播、虎牙直播、小麦皮头、胜利者沙发、一球设计、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蹭个够商城、赛克斯巧克粉、施博台球杆盒、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90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阶段胜部第三轮、败部第四轮41-48场比赛。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四号台裁判员江杰琴，运动员楚秉杰、吴振宇。六号台裁判员蒋宇阁，运动员刘俊言、孔德京。八号台裁判员于梅子，运动员唐春晓、雷义伟。十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运动员缅甸选手杨少杰、周龙。11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运动员于海涛、张坤鹏。13号台裁判员刘媛媛，运动员苏尼日、西守新。15号台裁判员何秀红，运动员陈双友、陈哲。TV 台裁判员卢冰霞，记录裁判员李亚帆、袁义群，运动员赵延浩，英国选手克里斯·梅林。现在比赛开始。赵延浩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克里斯·梅林获得开球选择权。Put your bag to here, to there, there. I might need the cue out of this. And you should put your bag to there. Yeah, but I might need the cue. Okay, okay, okay. Okay. 我跟他说了。Should put you there.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超级分站赛浙江嘉兴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
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是第三阶段的胜部的第三轮和败部的第四轮同时开打。我们 TV 台的这场比赛呢是败部的第四轮，比赛限时160分钟，抢15局。由画面左边国内球员赵岩浩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英国的球员克里斯梅林。比赛开始第一局，克里斯梅林。好，首先第一局来看一下来自于英国的克里斯梅林开球。中袋啊，红三炸进，上方选球没问题啊，左边单色，右边花色。看看左下这个位置还不是特别好处理，15是肯定没问题的，12这边还有一点点麻烦。看选颜色，选花色的话上手就要去用右上看没有向下的角度10啊，去解决它边库的花色。换了，左上单色4号，轻推弹起，力量上稍稍有点轻啊，这五号球的右上是有的，现在角度有点大。黄衣是没有的，白球绕库过来顶到了对方的花色。先看一眼中袋的二号，二号是没问题的。那要不要去顶一下15？轻轻顶啊，让黄衣左上方没有挡，这个位置用中高杆左边可以蹬过来。加力的 K 了一杆，现在之后呢7上方底带准度。没有问题。继续。还是底带好去控制这个白球。来看6啊，点住8号有，第一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1-0，开球清台。 Thank you。
第二局赵彦浩开球。没有扎进，好，选颜色，左下花色啊，九号，再来十一，推进过来，十四中的还有，稍稍带一点点的中低杆轻打，啊，右边还有中带。然后再上去看看，左边中带有，左上有，十号这边呢，要看看带口。对，看看十号的右边中带，低杆过来，再来打左边中带向上，发球了，左上这个位置，高杆稍微给点力量，打厚一点点，那就吃库下来了。来看看十号，还是有一些角度大。那这个位置可以考虑顶红三啊，稍微有点低杆顶正。要推，看白球，这球还要做些考虑。哎 ，K 正，啊，这样的话中带打进就可以叫做反向的中带了。第二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
看白球，继续击打。再来，继续的中带。下方打进，看白球弹起七号，往左边稍稍蹬推一点点，红三底带继续啊。中台再来，上方看这位置，黄衣吊的还有点直。第三局，赵岩浩胜，比分1-2。谢谢。注重打感，选奥斯本兹。第四局，赵岩浩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过线不够，上方仅仅两球啊，中带没有球进。
徐吉的。推了一杆底带，然后左下，右边还有，看角度啊，有一点点向上的话，这个位置可以带低杆往上走。右边这两颗其实可以打交替的中带。十五打右边中带，然后看角度挑十。直接来了，还顶到球了。这杆应该是判断上出问题了。梅林觉得他这个低杆是不会碰到 K 到这颗的啊，可以从库边弹两库出来。这样的话，中带来回的可以去打。没想到。这个球应该是目标球打的稍稍歪了一点点，近带的角度改变了白球回来的一个线路。扫到要碰库，看下方这个球，这个球主要控制就是不要漏左上的十一。白球，十一挡住。No。好，来看解球。左下，这球要拼吗？现在这个十一已经是从刚才的位置变得更好的一个点了。翻一杆想帮进，还是有效果的啊。但这球有扫，左边的边库可以扫十一。对，凉凉持库的位置，岩石。没封到，犯规了。犯规。
自由球。上方打进，再来。这点位黄一应该还是有角度啊，不是很直。对，看一眼六的右下，调底带杆法稍低一点，右边缩一点点。一杆准度。有角度的话，中高杆右边蹬下来一点点，对，角度还是可以的，甚至于说可以吃库弹起。下方红三再来，继续中杆直接登上去，好，底带准度。再到中杆呢，右边蹬过来，四向上，第四局状元浩胜，比分2-2。谢谢。第五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上方有六，啊，打底杆可以 K7。左下方二四可以传，红三这里有点麻烦。这杆如果拿六去 K7， 可以看看七的位置。啊，选了一个中带先。K 过来，好，看看底带这颗，打进底杆过来，还是要解决，对，一直在量这个打七下来去勾 K 红三的这个点，那么现在就需要打黄一了，因为你左边如果把二现在打了的话，你没有一个过渡球。十秒，延时。好了，没有打进。看一下梅林，这杆看想法，如果打九包边就是下来白球撞边库的这颗花色十三，翻了一杆，看这个点，放在这个位置就是你二打起来稍微有点麻烦，你上方黄烟看不到，不给你漏一个可以打黄一叫七中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十秒，二号，五，哎，要不要带右塞去扫一杆？停到这个位置，梅林上手应该要去接力了，啊，轻轻的把你七号球接到边库位置，看想法，先破坏你一颗球，让你不好去解决红三。十二还有，再看看十五，帮进或者破坏，有这个力量，看力量，力量，还行。
到这儿了，看看张一浩要不要去拼一杆。这个位置拼翻，对，有机会可以去吃库之后勾一下十号球，把红三这个点解开。杆法太高了，白球的这个角度上下就小了啊，左边可以帮进，再等机会。左边边库这颗还不好打，下方来看这点十四，哎，翻上来，比量了一个要勾球防守的一个位置。不错，小小的减速低杆，上方花色同样做斯诺克，对，要挡住左边的球。切球，挡住，这个球还要再去解，横向的位置，高架杆够着打，看看不要碰球啊，这球出杆有点麻烦。十秒，扎杆，右塞的扎杆，五，绕过十号，好球，好球，红三再来。右边推两库啊，走正常十一十二的缝隙上去，对，这个位置控制好力量，不需要特别大，因为这个线路上是有一定风险，左上角带口了，所以你这个力量走到大概两库过半台就可以了。杆法不够啊，你可以稍稍低一点点，或者带一点左塞最好。这个点要强行进攻了，要看看准度。准度够，蹭到十一，底带还能打，
没问题。第五局，赵岩好胜，比分3-2。谢谢。第六局，赵岩浩开球。开球时机，赵岩浩两次开球时机，再有次判负一局。过线不够啊，中袋没有球进。继续击打。出杆小心啊。九号，再来，中袋还有。没有问题，继续。右边这个球要看看准度啊，稍稍有些难度。再看上方十二号后面呢，不去动的话，上方底带还是可以去调的。再走，小了一点点。这十二号左下现在不太好打。延时，偏了一杆，这球确实啊，角度有点大。准度，一颗直线球，没有问题。六号有啊，黄一的话左边是没有的，后面需要调右下角才可以。这里看看想法啊。打右上就是打四二下来，然后中袋这边呢可以用红三往下调。
再来。想调七右下角或者左下的话，这个位置就要控制的稍微好一点。小了，再来一根准度。稍稍带一点点中杆啊，往右边把黑八轻轻顶一下。白球，好，点下来。再看看这黄一啊，还比较直。这个球往回缩的时候要小心啊，它不是一个特别好去可以顶到十五的角度，所以不要形成后斯诺。故意的打的稍微偏了一点点，很明显。八号两边中袋都有啊。推的话右塞上去可以打左边中袋，第六局赵岩浩胜，比分4-2，谢谢。将一球设计，我们专注于台球俱乐部设计。十多年的时间内，近1500家案例告诉我们，价值在于深耕行业需求，开拓创新，引领一个行业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对球房环境升级的最大的体现。一球设计，创造价值。第七局，克里斯梅林开球。三球过。开球失进 ，illegal break。克里斯梅林开球失进两次，再有一次判负一局。Next time you will lose one frame. 稍等。白球也很明显把这个要进中袋的一颗给撞走了。继续击打。选球的话，左边七。
10秒，延时。你得一直再去看这个白球出来的线路啊。中带，稍稍下一点低杆。好，再看这个点位啊，右下方五，有一些偏直，还有一点点向画面左边。这球看想法，高杆就是两库向上。还不错，这个位置都可以打黄一，三下来，四中带往下推。现在呢比较好打就是左边这个二号。再来。看看中带，推下自然叫上方的底带，再来横向低杆，第七局庄严浩胜，比分5-2，谢谢。第八局，庄严浩开球。直接大力炸球了。这个七号球啊，
在袋口附近旋转了很久。选球，花色，那需要去把上方的这个单独十二号给解决一下。好，上来左上没有挡住，那看准度。蹭了一下红三啊，就看看这位置啊，中单还有，但是要 K 到对方球，其实有机会可以叫回来打反向的，现在白球这边的中单，那等于说你要先过渡一杆，比如下方要看看十一，有点轻啊，这个力量有点轻。再推下过来，再弹，嗯，这点还可以了。然后再看看角度，决定下方的两个花色，进攻的带口。推过来，继续，十四，横向的高杆玉库。双方再来继续，左上角准度，稍微带点低杆横台，厚了一点点，没有打进。来看看赵彦浩，五号球贴库。上方六可以找机会传七，甚至于说四号这边，下方的这个五可以先准一杆，轻轻推下，没打进，黑边应该是挡了一部分，哟，这球还漏了，直接右边薄边都能看得到。看白球位置，嗯，选个带口吧，右边可能单打不好打，可以吃库接力啊，这带口是完全可以打的。第八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3-5。Thank you.
第九局，克里斯·梅林开球。明显是力量加大了，但是还是没扎进。一打一 K， 有 K 到了十一，中袋没有，这球感觉会有点挡，这球有点麻烦，而且十一应该还多少挡了点十四，哎，十四还差不多啊，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但中袋那边是不好打了。看长台准度，好球啊！今天赵彦浩在第一个阶段九局里的这种中长台的准度还是保持的相当不错的，这种偏直的直线的基本都没掉。我前面还有一个拼球的左上，十号再来，哎，看看下方的十五，白桥出来。杆法低了，还能调，还能用上方十一再来调。横台过来，中台继续啊，有角度，带一些中低杆右边下来，黑八左下，九局赵彦浩胜，比分6-3，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振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振宏。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赵岩浩开球。直接大力的炸球，并没有炸进。从这个局面分布来看啊，这个花色会好一点。上手呢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需要打十二号的左上。单色需要 K 球，也是量了一下。
打红三，左塞低杆上库一扫，这球还是角度大，不太好去直接 K 到七的位置，我们再调吧。黄一再推过来 K 到了二号啊，出了一些问题，再打的话这个中带还比较难。10 seconds. 延时。有点犹豫。勾。要拼球，看右上后，左边也带了一些想法，把对方的四号球 K 到了边库附近。那现在两个中带附近的半铁库啊，七四。Seconds. Five, four, three.准度，还是有点厚啊，这球呢，能够明显的看到提前碰到了边库的位置。看花色，上方首先是可以传的，边库这个球。传完之后，这个球左上应该还有啊，这个位置十三。13
没有打。对，还可以打。小低杆轻轻控制，角度向下，吃库一勾啊，把这十二号呢往下再带一带。咱们来十一高杆吃库下来，十号左边的中带用十啊，来看看是不是直接先去调一个十四。因为十四如果你看右下不好吃库接力的话，你可以调左边的中带上方的两个底带。嗯，这时候就看球员在现场的判断了。这时候就是给了自己一个角度，然后你再判断一下十四右边下方好不好接力，不好接力我就调到右边的缝隙里啊。十四跟边库之间距离还是挺大的。没接近。哎，这就是判断上出问题了。这球离带角比较近，哎，感觉上会一吃库就接近了，但是如果说卡的再往里边一点点，它就会二次的再回来，再撞到你过来这颗球。黑八挡上方的两颗。十秒，延时。十四。推防挡带口球，来看看四这边，同样下方也有接力。接近白球一撞，一撞还是难打。再推防，看黑八座。
跳到，哎，过来蹭薄边，下方有个运气球。再来看准度，没有问题。好，继续按白球啊。这个位置你想推两库的话，要小心对方的七号。看白球啊，带低杆，打薄了，那么再来二号，啊，高杆就是上方再下来。第十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4-6。来看，第十一局，克里斯梅林开球。看炸球，同样也是在加利的开球，还是没有炸进。选球，花色会比较好选，右边中袋，右上的15。打进缩回来啊，这个位置的中袋向下有角度，下方来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酒杯挡住了，
10 seconds.看左上，薄了一些，停带口。哎，哟，又来了一杆啊！这球也是没想进，十号还有，好，继续的低杆过来一 K， 九号还有的打，十一这边要看看白球啊，叫近点。这杆球走的角度太大了啊！如果是左赛的话，这个球还不够强。再强一点的话，吃两库出来，能够尽量的把这个白球较近点，十一角度呢不要较上太大。中带，好，推顶。这个位置的六会稍微有点薄啊，这个下方的黑八是可以稍稍借一下的，比如说 K 下黑八左边的包边，没有打，上方红三再来。好，两库下来，看白球位置，不好。这球还有点贴，拿四借力，带球右塞 ，K5，K5， 中带没借到啊，没借到的话，看这个位置左下角。是，准度。没问题，再来。好，继续的左塞啊，横台低杆，推。
第十一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5-6。Thank you。第十二局，赵元昊开球。有球扎进啊，尤其有黑八啊，黑八的位置呢，可以要求复位继续进攻。或者是重新开球。来看看球员的选择。这球应该会打的，这局面还可以，而且打了好几盘了，双方这个开球都是炸不进，所以有这种机会基本要上手啊，去打一打。长台没有打进，厚了一点点。上方传进。再来继续啊，稍稍推一点的优塞坦起中带，继续再来，这个位置呢，用提杆左边过来可以叫红三。还可以继续的用低杆来控制，你横到右边可以调中带，上去的话可以调底带。
中袋没有打进，花色先下来，下来之后呢，要看看十一。再来，稍带低杆，钻缝隙上去可以调十四。这个位置角度大了，角度大要看看想法。下方球可以换带口，比如说下方的底带。好，先看十啊，中带有打白球下来。继续，中的还有，第十二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6-6。后羿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后羿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第十三局克里斯梅林开球，上方过线扎进，这白球还不太好，右边贴了个红三，出杆要很麻烦，要很谨慎，不太好选。准，看后面啊，找机会，比如二向上接力，或者是中段向下来去把这二带一带。厚了，啊，没有打进。
花色。中袋还是好打的，但这个球目前来看这个角度不是很好。十一，薄进。好，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发力的向下 K 球。比赛时间已过半，这球还要稍微谨慎一点，有一定风险的。黑八在下方，离带块比较近。顶下来，好，看看下方左边这两颗底带，尤其下方的十三。没有打进，推防，踢球，解球。量一下 K 到二的包边，白球下来顺势把右下方的这个黑八跟花色这里同时解决。也是那就得稍稍带一点点低杆了啊。K 到再下来再 K 继续二号一杆准度，这个位置呢打进之后呢，上方中带再来过渡，再来继续看中带这边，下来第十三局，克里斯美林胜，比分7-6。
第十四局张延浩开胜。没有扎进。选球。选球还是比较好选的，花色左边有一棵蓝点的树，好，左上单色。10 seconds， 延时。看这杆白球啊，右上走两库，没避开十四号啊。这就有点麻烦了。看一下解球。解的稍稍厚了一点点，没解进。花色，先看看十一这边啊，可不可以去尽量往下，不然的话这个十五，看看处理，翻带 K 球。十五，现在打就需要你一杆非常好的准度了。对，还是换啊。九号，正常的中杆蹬下来，带一些右塞，吃下方库边向上去兜。这右塞不够。再来十四，中带还有，看看流失的角度。十，中带再来。好，横过来变成一杆翻带。
樊进没问题啊。好，继续，简单打法就是轻推下中带咬，调底带的话稍稍推一点左塞。第十四局，赵岩浩胜，比分7-7。谢谢。第十五局，克里斯梅林开胜。继续的大力炸球，没炸进。选球，左上单色，好，红三一打黄一，左上有多点角度，角度中杆发力的弹库下来，这圈有点直啊。强行的高杆还能打，又 K 了一下11，这球角度有点大了，低杆。继续够不到架杆，再低杆向上，
上方再来啊，继续低杆，左下交道，第十五局状元好胜，比分8-7，谢谢。第十六局赵彦浩开球，两边中袋没扎进，延时。中袋打进，没有打进，
就是反复了。对，这局就直接判负。十级了。Illegal break. Three times illegal break, so he lose one frame. No. This. 赵一浩三次开球失机，判负一局。第十六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8-8。他的意思说，现在轮到他谁打？不是，他这局已经判负了，不是打。Next break。第十七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好，再来啊，继续来看一下梅林开球。还是没有扎进，黑板差了一点点。选球，花色打进，白球走得有点快啊。中带这边要打的话，这角度还有点大。来看看十一左下角。没问题，再来继续下方打进右边十五向上啊，九中带是有的，十四这个位置啊，上方底带。登起来的话可以先看中带这边。但是低杆不够啊，没出来。
薄进看白球左下，还是不行。拼准度，双方没打进。好，再来看单色。十四线的这个位置是对于进攻方来说，单色是比较安全的。下方可以找机会把这个十五帮进，最好的位置就是用黄一帮，然后白球贴到四的下方。下来，黄一帮进，白球贴四，做斯诺克。再推防，解球，可以到个薄边，没事儿。来看看这边单色，有的打啊。但目前来看的话，六这个点位的进攻上稍稍有点难度。是好，打进，再来继续加杆，顶到红三，听声音感觉稍稍的有一点点滑杆啊，这个位置。那么再看上方七，还是六号的难点。推下来，二号继续。再推，轻打进上方准度。没有问题。
第十七局，克里斯梅领胜，比分9-8。第十八局，赵彦浩开球。十一啊，中袋扎进。中袋打进，好，双方有底袋啊，稍稍推一点左塞下来，红三较直一点点，右下方再来，中袋有二，继续向下，能看到七一啊，这个方向的底袋是没问题的，包括六号角度。白球下来，那这个点能看到二号，然后左边六交直啊，二交六。小低杆，好，继续中杆右边轻推过来，来看八号，十八局，赵彦浩胜，比分9-9，开球前台，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吉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9局，克里斯梅林开球。上方两颗啊，36，过线进底带。上手的话，单色右上也是非常好选的。看这个位置怎么样，有没有叫到，不行，二号不好打，黄一再调，继续的推一点左塞，上方两库，还是这个缝隙的位置又少了，又是差了一点点，
四。非常准，而且这个球不单纯是进球啊，力量的掌控，还有一些左侧旋转的拿捏。二号轻轻打，没有打进，差了一点点。那这个点位来看看赵英浩，首先是打十号球，下方一半用低杆可以去白球撞进二，轻轻撞就好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选择一颗球先打进，然后找其他球去传，顺便呢可以去做斯诺克。打进，哟，这球没看到十啊，应该那只能用稍稍的开放一点位置的十一号来传了，那就高杆跟下来做斯诺克。来看解球，横向一库解还不好解，左上方带角附近两库解有机会可以解进。看梅林想法，左上左下啊，好，左下两库延时解中带，犯规，轻了一点点力量啊，这球解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像了。自由球，有接力，传一杆接力，但是没有接近啊，上方可能漏球了。来，这个位置上方还有的打，出杆要稍稍小心一些，不要碰球。Seconds. 右下的处理呢，要争取提前，比如传进的或者单独的把十一打进，就可以给上方的两颗花色去让带口了。
这个位置也不好，小了，十五看不到。十秒，延时。挡住啊。还要再解球，10 seconds. 5, 4. 好准！哟，这球。Excuse your behavior. 解的是非常准的。贴球。再来看一下这杆球解的非常准，就是白球差了一点点，那能不能再解一杆？10 seconds. 5, 4, 3.看中带，好球。克里斯梅林胜，比分10-9。第二十局，赵彦浩开球。中带左上都有球进，上方过线进球呢，可以一球顶两球次。出杆位置呢会有些麻烦啊，这个要小心。
十秒，延时。中袋打进。这个点位来看一下，中袋这边能否去偷一点点袋角进。看准度，横向的低杆，扣了。推顶，下方直接啊，带着低杆边弓向上，上方主要就看十一号的一杆准度了，角度。中袋是没问题的，双方十一不 K 呢，就是叫的角度合适啊，准一杆。右侧旋转有，看白球。准度，后点打进，低杆横过来，第二十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11-9。 Thank you。 第二十一局，克里斯梅林开球。没有扎进。
10秒。五。打进，底杆过来。这个位置要开球了。看白球往下放，看这位置，左边六应该还能看到一些。10 seconds， 延时。花色是有的。不过这杆看看准度还不好打。右边也离得太近了，这个位置。10秒。还是看15。延时。薄劲，力量怎么样？还能接受啊。右边底带虽然走的有点过了，但是中带这边14是没问题的。进，再来。底带有，看这个白球啊，还是角度有些偏大。那么下低杆从四的右上往上走的话，就有很大风险要去碰撞到上方的单色。看低杆效果，再看中带这边，
缝隙之间又上，可以打。八号带口啊，这杆球主要是固进就可以了。第二十一局，庄严浩胜，比分10-11。谢谢。第二十二局，庄严浩开球。没有炸进。中台跟上方的底台都差了一点点。连十。上方一打，下方一 K。下方来看看准度。一打一顶，好，来看这位置，左上还有的打，再看看二五的这个点位，左下没有，可以考虑右上啊。二号可以打到右上的话，这个五右边中带就可以进攻了。看看这个低杆白球左边下来的效果，蹭到，直接中带。
低杆再调一杆，上方底带再打一个，没问题，再来。四还是有角度的，看想法啊。右中，哦，推弹起。第二十二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12-10。Thank you。第二十三局，克里斯梅林开球。11，上方过千进。左上袋口是单色，右下有一颗四号球被两个花色给包围住了，那打二号的话倒是有机会可以走一个奔三库色这边 K 的机会啊，但是有些麻烦，选了五号，右上打进，翻中直接带低杆，下方可以 K 球啊，等于说一杆解决两个问题。没敢发力啊，这球啊，这球带点低杆发力、啊、可以翻进，同时 K 到花色，上方传了一杆，再来看单色，
一打一 K 啊，帮剑。再来啊，继续中带。这边来看看想法。六。我先打进过来。轻轻一 K， 哟，这球有点麻烦了。扎杆，已经是做好了分步来完成计划这样的一个想法。毕竟在右边自己这颗单色的上方跟右边啊，还有两颗对方的花色球。再轻推薄边，白球。No time for attention. Ten seconds. Five. Four. 要贴球。防了一杆，再来看解球。贴球。再看十五，好，高杆上来，白球的位置，先看啊，
打到二号扎杆过来之后放到下方会不会漏球啊？这个黑八左边的花色中带很容易漏，左塞扎杆，对，就这个点中带十三是很容易漏的，正常推向上，上方呢右边的底带十号十二号包括中带，右上角烧点低杆，继续下来之后呢，十五还能打，推弹起，十四向下，中带较直，打中带，点进，十五向上，再看十四的角度，直接底带，第二三局赵岩浩胜，比分11-12，谢谢。第二十四局赵岩浩开球，两球过啊，开球时机，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继续击打，延时，
10 seconds.再来，够直推过来，十四向上。角度还可以，好，低杆下来，再来，中袋这边还有十二号，下方九，看看角度，尤其像画面左边的角度，一推弹起，十号呢也可以同样叫右下啊，这球主要看九，因为十这个位置中袋也有，关键是十二左上方有一颗六啊，所以要看这白球，挑一个出杆比较合适的角度。比较正的话，就正常的中低杆一横过来，中袋较直就可以了，左边推过来，中袋黑八，第二四局克里斯梅领胜，比分13-11。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钢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锋利。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台球。第25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左上，哟，白球。犯规。下方开球吊带犯规了，线后自由。下
身后自由球。再来看二号中带这边较近较直呢，可以直接打。好，推下来看左下方底带三颗啊，正常中杆横向弹起五，推一点点下方还有七四。再来中高杆啊，横向的去把这个石顶正啊，可以中带黑八有啊，低杆往回缩一点点，第二十五局，赵岩浩胜，比分12-13。谢谢。第二十六局，赵岩浩开球。换了个方向，但是还是没扎进。赵岩浩开球时机两次，再有两球，中带没有。三球，开球又出问题了，过线不够啊。继续击打。中带花丝打进一顶，来看这点啊，
下方左边十三，右边十二。No time to clean. No time to clean. 延时。薄进一勾，嗯，这样后面十五可以打右下，但是现在呢，需要再来过渡。比如直接打十二号，左边走两库。Seconds. 力量。距离比赛结束，时间还有五分钟。Five minutes left. 交道。10 seconds. 5 4. 点进，点进自然的看中带这边，14。稍稍的推一点点中杆啊，带一点点左塞上去，11。再来，正常打进，右边直接黑八了。第26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14-12。
第二十七局，克里斯美林开球。No time for extension. No. No. Break. 10 seconds. Five. Four. Three.大力的炸球啊，没有炸进。两分钟，领先两盘球。好，上来一打一 K， 我们这边有点麻烦。下方打了一杆。这么看的话，我们时间是不够用了，现在机会又来到了梅林的手中。二号翻了杆中带，距离比赛结束时间还有56秒 ，one minute。嗯，握手了。本场比赛结束。本场比赛是败部的第四轮，那这样的话，国内球员赵岩浩遗憾的被淘汰掉了。来自于英国的克里斯梅林可以继续的败部突围啊！整场比赛里边两个人都是有亮点，包括赵岩浩一些长台的准度，还有克里斯梅林的一些精彩的解球啊，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将在傍晚的18点整，我们胜部的第四轮和败部的第五轮同时开打，晚上见各位。